啊，没办法，人都逼到那儿，人家你就在一脚开过来，不应该在中间。内旋，外旋啊！但是博阿斯可能是这么要求的，因为他在热刺的时候，或者在切尔西的时候，就是这么打。博阿斯也挺厉害，战术执行不出来。对啊，我现在都看出来一点战术。高深度还是比较面对热度，看起来好。Come on.